现在我们的好市长来到我们的龙滨乡街，要跟所有的张三跟店家朋友还有所有的市民朋友来拜个早年，就在新春快晚之后一点来探短集哦。上了我们的好兵好市长来到我们的龙滨乡街年货大街，要跟所有市民朋友、看到朋友一起来拜个早年。现场还有我们的艺人团演员李立刚、李瑞一起在现场哦，跟祝福所有的店家朋友哦，生意兴隆，生意兴隆。